PK 结果，那是曾婉婷赢，请举手。等，爸爸，今嘛就要投票啊哟！你给我邮票一个啦。你邮。各位乡亲，你是不要偷钱的哦？乡里也袂得丢啊！知影我郭佳佳脾气无介好。各位，老家的乡亲是大。算计来啊！我是九万幸福呢，你们听笑话，你们听笑什么人对吗？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咚咚。哎，这是有点轻松了，因为恐怖的事要发生。恐怖？尤其你三个查某囡仔，咱有一个八点钟真到半夜的查某囡仔，一人四眼两角，哇！哎，哦，接下来，一眼四人两脚，我一个朋友一四人剪脚，剪脚一下，一四人 Q 个，他一四人剪两脚，咱是一个人演两个角色，对啦，而且佫我都家己甲家己对戏哦，迄才有厉害哦，咁咪笑起啊，听讲最近小怪笑笑，欢迎曾婉婷，哎呦喂，哎呦。姐姐，那下你来唔敢跳过？有啊，我是带刺还是色啊？我来啦！我这里啦！你那是101，就是地下二楼。清安的，清安的。啊，台中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婉婷。脏话！你刚是台中脏话呀？不啦，一定是他在台中落车啦。对。啊，你无发觉我哩坐车坐足久，坐到车来啊？高铁都坐到台中。你知道我刚刚才从录影现场赶过来。哎呦，可怜呐！我还不知道东南西北。你还管了我公公家家已经在笑啊，是正常的，大家叫做唔知啦。啊，脏话怎么特别痛啊？特别痛。你放心，一定在家，来不及给你看麦。没挂哦。你可以那两集嘛，欢迎。对。哎呦，急进。没挂哦。没挂好，对，你不要先拜拜啊，妈祖要先拜者，啊，你较紧好吼。哎，那我是不是来不对单元了？我应该是要上那个公的单元。不，对啊，听人讲，你今天你是要来 PK， 是，边啊这三位妹妹已经惊到皮皮喘了。曾婉婷定位你呛声讲，你来去主持对决这部收视率破三是哪一个节目？有哇，你才敢讲哦？还有是台湾相亲吗？这样子我怎么好意思说？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就在旁边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其实上危险的是志伟哥，唔是我。对啦，今天熊女就是女恋啊。其实我跟小金的腿已经不知道勾到哪里去了。你对我最平静的找你俩嘛，开始在紧盯。哎呦，紧张！不要靠我，不要跟你那么近，觉得好可怕。我来，我来讲。哎，这个还是我主持外景节目的时候参加我们那个美少女哎，真的对啊。想当年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，他们只是来参加的小妹妹，现在都已经成为节目主持人了。我还在棚里面每天吃便当，演戏演到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啊。所以你现在出来是对的，对不对？都讲你因为你的甜蜜哈，现在是在尾巴哦，你把电视变歌声。小金小姐，请你准备什么歌？爱来爱去。那你们要看，要投票看谁人较厉害哦。来，
爱来爱去。开放投票，开放投票了，大家举手来投票。高桥，高桥嘞！哇，今天小金去听啊，小金去关呢。未歹是未歹吼，啊，但是爱乡亲来做主吼，我都做主。啊，这个 PK 结果那是郑婉婷赢，请举手。等，爸爸，今嘛就要投票啊哟！你给我邮票一个啦。来，邮。各位乡亲。你是不是偷钱的哦？用威胁的就对啊！知影我郭姐姐脾气无介好，上好投票的时阵，恁就较细腻啊。小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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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兵。各位姐姐哥哥，拜托你投我一票，你嘛知影，我的身世是足坎坷的。一定跟传奇，一定。报名。小金，进来啊！又票，今天嘛就搞演的呢。各位，老爸相亲时段，算计来啊！我是九万幸福呢，你们听笑话，你们听笑什么人对吗？江夏哥的。你爱闹我？哦，你人讲话人就对啊啦，对啦。